要如何使用部落格功能呢？想要建立专属的文章，首先至网站最下方，点击管理专区，点击左侧管理 blog。要新增一个类别，我们先点击 blog 类别，按新增，输入类别名称、meta 标题、meta 网站描述。完成后按储存，接着新增文章，点击 blog 文章，按新增，输入标题，上传图片，确定发布日期和发布状态，选择类别，输入 meta 标题、 meta 网站描述，接着输入文章的内容，完成后按储存，我们到前台确认。部落格文章就上传完成了。